Va.我们聊聊。很冷吗？如果再这样，你就太蠢了。干嘛不在这儿看呢？喂，下次别拿这些了，都不是最新版的。以后再付吧。周先生，准备好了。人人都知道你是个成功的商人。您认为成功的秘诀是什么？知识和书。和书，是什么让您决定捐出几乎所有的个人财产，建设图书馆？是陈先生。立新街角小书店的老板，他给过我书，给了我吃的，让我改变想法。如果再这样，就太蠢了。他给了我人生中最无价的东西。
这就是你陈先生的名义捐赠的原因吗？那是我捐的钱，远远都比不上你。以后再付吧。 对不起，陈先生，对您，我无以为报。